陈医生，大妈其实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急性肠炎。另外呢，上吐下泻的，肾土虚弱，毕竟岁数大了。我呢，给开点药，然后输点液，输液一定要三天以上，记住了。好好，嗯，好，谢谢。忙吧啊，再见，谢谢。哎呀，妈，哎呀，瞧您遭这罪。 您这什么都敢吃呢？怎么？这是，这怎么是？不行，过两天跟我回去住吧。完了再说吧。你忙着你吃吧。说这才几天呢，你们俩就给妈整成这样啊？哎呀，真是，不怪他，怪我自己嘴馋。哎呀，您走吧。有话你赶紧去忙吧，妈说我盯着。老三。 出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老三啊，真是，你不是跟我说把妈照顾的挺好的吗？怎么能出这档事儿呢？本来就挺好的，这是意外。哎呦。 你说我们当儿女的为什么要照顾妈呀？不就是为了防止这些意外吗？二嫂，不赖国强，这事儿都赖我，我就瞎嘚瑟，寻思给妈做点酸菜血肠开开胃，结果给开坏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呀就别逞能了啊！要不这样，过两天呢，我把妈接走，你们俩自己好好照顾自己了。 二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国强，你说二嫂能不能拿这事儿当成把柄啊？还怕他？哎呦，你说你也是，你没事你整什么血肠啊你？那我以后不整不就行了吗？ 玉华，什么事儿啊？妈病了。啊？病了？什么病啊？在老三家呀，吃坏肚子了，肠道炎。怎么搞的这是？妈现在在哪儿呢？在我们医院打点滴呢。大夫说没什么大碍，打几天针呢也就好了。不过遭罪呀，上吐下泻的，真是的。那行吧，那回头咱们去老三那儿看看去，怎么回事这是？ 坐一会儿，妈，你再穿上件吧，啊！怎么了？别着凉了，快！哎呀，再穿上件，快！不冷啊！现在是病号，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吧？嗯，好点，花完钱这就好了。哎呀，哎呀妈呀！真是，老三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说咱们小时候吧，妈肠胃就不好。 妈吃东西得注意点儿，我知道，都怪我，我罪该万死。大哥，不赖老三，都赖我。哎呀，谁也不赖，谁也不赖，就怨了我这张嘴，真是嘴太馋了，真的吃多了还不拉稀。你这话说的，那啥，你那个下午你上班不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哎，你俩上班去。 别在这站着，站着我眼晕，头迷糊。行，那走吧，老三，你走。那我们拉活去吧，大哥。行，我在这陪着妈就行。我妈，我们出去。嗯，待会走吧。这下可好。
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。哎，你说妈都没生气，你说大哥二嫂他们气成那样，至于吗？切！你呀，还是请假吧，在家好好伺候妈，要不然他们又说咱了。那我前一阵都请那么多次假了，我再请，人能给假呀？请请试试呗。走吧，我拉你去，孩子赶紧回来去。哦。7分吧，这东西吃多了。妈，你还是去我那儿吧，反正不管怎么着，也好点儿啊。他也不吃，真的，静倩对我真好。您当初来这时不就说想考察考察老三媳妇儿？那现在也差不多了，到我那儿考察考察去。 还用考察呀？你妈这两只眼睛，我跟你说，一目了然，人不错，有礼貌，也有文化，可就是这张脸，从早到晚上没个笑模样。我可受不了。哎呀，真赶不上那雅娟。你说当初你怎么就跟雅娟？哎呀妈呀！你又翻这老账，王倩。 人挺好的，性格内向吧？还是，嗯，你俩是不是经常的吵嘴呀？没有，你个大男人，你说现在你不工作，成天围着一个老太太这么转，叫人一个女的出去赚钱去，人家能没想法吗？你说你赶快吧，真的。妈还那句话，这兜里要有钱，这就男子汉。 没钱，汉子难，真的。电话。哎，王倩，我是正要给你打电话呢。哎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我在我三弟家呢，我妈病了。你妈的病复发了？ 是没犯病，他拉肚子了。啊，严不严重啊？没事儿，他那个从医院打完点滴已经回来了。那你这样，你把国强家的地址发给我，我下班以后去一趟。你不用过来了，挺远的。我去看看妈，免得别人说闲话。那行，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。嗯，挂了吧。 老板，老板，怎么才来？那个我婆婆病了，你还想不想干？三天两头请假，你知道你这请假耽误我多少事儿吧？你这两天什么都没卖出去，赶紧上进来盯着。老板，我还想，我还好些事儿呢。你瞧瞧，我现在都剩卖货的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我还想再请。老死。 干嘛？今天可是个机会，一定得把妈接回去。老三嘛，这撞枪口上了，他肯定没话可说。但妈不一定听咱们话呀。想办法，想办法也得把妈接回去。那一会儿我说什么呀？你能不说话吗？你不说话对我是最大的支持，因为每次一说话，事情就砸了。 行，我不说。那你说话也不见得就好使。万一你说话不好使，我还得说。你尽量憋着点。妈。妈。妈睡着了，小点声。哎呀！
呀！啊，怎么了，妈？哎呀，太小了！哎呦呦呦呦，妈！你怎么这么不小啊？哎呀，气死了！哎呀，妈呀！这啥事？没事吧，妈？哎呀，你来干啥呀？这是工作时间。妈，没事吧，妈？小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太娇气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这个工作时间来看啥呀？就闹这么点小病，你这整的。你说我还工什么作呀？妈，你才来住了多少日子，这又病了？这单位上工作也确实是挺忙的，我还有什么心思工作呀？我快来先看看您吧。哎呀，行行行，那妈谢谢。这不行不行，妈，你这别耗着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家吧。那回去吧，还是？就是妈，妈。你就听我们的吧，都不能把你再扔这儿了。我们俩哥不放心呢，这样是不是国良？可不，妈，我觉得真的国良他说的也挺对的。不管您是回原来那儿呢，还是去我那儿，我觉得都比这儿好一些吧。是是是，大哥说的对。哎呀，你说老三媳妇儿啊，平时就不太讲究卫生。哎呀，这也不能怪她，你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她哪有这种卫生养成习惯呀？啊，不是，这一进院子，这个尘土飞扬的。哪儿都是土，还有那个垃圾桶里边，那是什么时候的剩饭呀？那是啊，没有病菌吗？哎呀，你看进到这屋里边，这是多长时间没收拾了？这都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大哥，床头都不擦擦，你天天都得擦着呀，是不是？他们两口子啊，自己都照顾不好，还照顾别人。妈，我跟你说，你再在这儿住下去，你别说你现在有病，你就是没病也得给照顾出病来。哎呀，我看看收拾东西吧。妈，我跟你说，郭良说的都对啊。他最重要的是，咱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病啊，是有没有什么传染病，咱根本不了解他呀。有没有肝炎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听我说一句，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听我说一句。那个郭良，你们呢，家里有童童，也需要人照顾。我现在时间也充裕，我觉得妈还是去我那儿吧，好不好，妈？不用不用，大哥，你听我的。彤彤是有病，不是，但是妈病了，这妈是第一位的。妈现在病了，照顾妈，我就怎么都行，就照顾妈。大哥，这事儿你就听我们俩的吧，行吗？再说这么多年了，妈跟我们在一起都习惯了。妈喜欢吃什么呀？几点起床啊？这我们俩太了解了，是吧？是是是。妈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这都输在哪儿跟哪儿啊？都是，我哪儿不去？真的我。哪儿不去？妈，你就听我们的，你看谁呀？谁叫门？哎呦妈！哎呀，这都找着来了，你看看呢。我就闹这么点小病，这家里人这都来齐了。你看，人这还不上不上班呢？哎呦，没事，妈，我来看看您。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刚从医院打完点滴回来呢。啊，你别在我跟前转悠了，老二啊，能不能出去？哎啊，哎，我说现在出去。那个，这样，咱妈休息一会儿，咱们出去外待会儿。不出出，你们都出去。院里也凉快点，行吧？行，王谦。哎，发不发烧啊？你看这还发着烧呢，你说你这那刚打针，这得慢慢退烧啊，哪有一下子好的？妈上床躺一会儿吧，你坐这儿干嘛呀？那我在门口待会儿吧。妈，我们说这些都是为您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您考虑考虑。哎呀，你们都先出去吧，啊，让我一个人清静清静。那妈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哎。是一个比一个孝顺，都是真的，有没有假的？真是，哎，真难呐。你说挺好的个院子，两口子倒是收拾收拾啊。别人家有这么个院子，收拾的跟花园似的。你看他们两口子可倒好，你看杂草丛生，像不像《聊斋》里边那个鬼城？你说是不是？不说了行吗，国良？说说妈那个到底怎么办吧。是，妈现在这样，咱得商量商量啊。是。哎呀，都来了，大嫂你也来了。啊，我来看看妈。
怎么着，在医院还没骂够，又追到这儿来兴师问罪来了？少说了，国强，我觉得你这话说太没水平了吧？啊，妈被你们俩给伺候成这样，遭这么大的罪，怎么着你还有理了？哎，真好意思说，都不知道妈是怎么回事，当初非得愿意跟你们俩住，真是。当初要不是有人占了妈的房子，妈怎么会住到这儿呢？房前不说话不行吗？哎呦，不行，她是大嫂啊，她必须得说，不说多不舒坦呢，是吧，大哥？行了，玉华，你也少说两句啊。我怕憋死。那就憋一会儿看看试试能不能死。我怕别人拿我当哑巴卖了。大哥，老三，现在妈这种状况，我觉得有必要咱们商量商量，这样行不行？到我那儿，咱们哥仨开个小会儿。好，一会儿呢，就咱们三个人，就咱们哥仨，好吧？老三，一会儿你开车，我们一块走。妈呀！我，大夫回屋去。那咱们走啊，那大哥等着你啊。文姐，你自己打车回去吧，是吧？行吧。太好了，肚子还疼不？不疼了，现在。先把书包放下去，玩吧去吧。啊，别玩了，赶紧写作业。哎，你这孩子该休息得休息。那谁，那个你大哥二哥他们，国强给他俩送回去了。那行。妈，你真好点了。我是好多了，我咋样吧？这肚子不那么疼了。那你晚上想吃点啥呀，妈？这能吃啥呀？这肚子还干啥呢？喝粥。你们想吃啥，你们吃去。那我给你熬辣乎点啊。嗯。壶啊，别老闹奶了啊。哦。奶呀，你吃药没？吃，没吃。给你讲个笑话呗。你讲吧，我听。小明嘛，问他爸，爸呀，老子是谁呀？你猜他爸怎么说？说你傻呀，天天见着我都不知道老子是谁呀。哎，来来来来，换鞋呀，我早上刚擦的地。哎嗨，换什么鞋？一家人。坐坐坐坐坐坐坐，行，我去准备点水果啊。还真把妈这房子当成自个儿家的了。一会儿好好说话啊。回避一下，我们哥仨开个会。我保持沉默，练习。你看你练习，你练什么习啊？我们开的是常委会，你是委员。快快快点，快带着去啊！不懂事儿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有事儿赶紧说事儿。行，国良，你说。老三，我也就直说了，咱妈在你那儿住，你们两口子就应该尽心尽力的照顾妈。可是你们把妈照顾病了，大哥，今天你也看见那种情况了，咱妈是上吐下泻，我看着心里都挺难受的。你说咱妈这么大岁数了，还经得起折腾？这事儿吧，已经这样了，我觉得我们就不再说他了。关键是下一步妈怎么办？对呀，我说的就是妈下一步的事儿啊。妈现在病了，应该想办法把妈接出来。妈不能在老三那儿再住了。不是妈的事儿，妈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在这说什么呀？我怎么还不能说了吗？我是妈的二儿子，
我是你二哥，不能说话呀。哎，要照你这么说，大哥在这儿呢，轮着你说三道四的吗？我这是说三道四吗？现在事实就摆在这儿啊，妈是不是住在你们家？你们是不是没有尽心尽力的照顾妈才得的病？反正妈就是不能在你那儿住了，得抓紧时间接出来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少拿这事儿说事儿了，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妈想撵你们走，你们害怕了，所以你们要拍妈的马屁。说到底，你们就是想霸占这个房子。老三，怎么又提到房子了？谁要霸占这套房子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谁想霸占都明白，谁急赤白脸就是谁呗。行行行，你回屋去，你别掺和。我就是想霸占这套房子，怎么了？也比你想害死妈强吧？你说什么呢？说实话呀。谁想害死妈？你呀。你再说你要听的。我说八遍，怎么的？别说了。你要不想害死妈，你跟陈金巧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吃的，什么什么酸菜炖血肠啊？怎么你们俩吃了没事呢？啊？我妈吃了怎么就有事儿呢？吴玉华，你脑子有病吗你？大哥，擦亮眼睛吧，指不定他们俩在那个菜里下什么毒了呢。玉华，不能这样说话。老三他再怎么着，他不可能往妈那菜里下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老三，不想照顾妈，不想伺候妈，说一声啊，别来这一套。我们俩想把妈接走，凭什么你不让啊？哦，原来是没把妈气死，想把妈弄死，对吧？哎呀，吴玉华，把妈接回来就行了。今天我非撕烂你的嘴不可！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还要行凶啊？来，玉华，来，你还动？快出来！别动！打死！哎呀，行了，你个泼妇，我今天非收拾你不可！干什么？想别你啊，我根本没生气。给啊，什么东西？老三。大哥，你要不拦着我，真就跟他们不客气了。你们差不多行了，你啊，还没没了的这。大哥，你可听见他们说我什么了？说我给妈下毒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他说那是气话，没人当真。你以为我信呢？我知道你对妈好，但是你现在目前吧，生活负担也重，住的条件也不好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没有这事儿，我现在也打算把妈接回来了。妈住你那儿，我没意见。妈要想搬回来住，除非他们俩搬走，要不我绝不同意。哎呀，那挺好的一次常委会。哎，我马上就要把老大给说服了。那大哥一点头就能形成决议，咱妈就得搬到咱这儿跟咱们一块住，那多好的事儿！那你冲出来干嘛？我都快气死了！你看老三对你那个样吧，指着你鼻子跟你说话，我不冲出来，我都忍了半天了。那也应该忍着，你这就是搅局，你什么局？你现在是一种什么局面啊？啊，那决议行不成。大会那是不欢而散，你这算什么？这不僵局吗？那回头咱们再去看妈去都不好去。有什么不好去的？哎，我就去看妈，我看老三能把我怎么样？他能当着你妈的面拎一把大菜刀，把我劈了啊？干什么？哎呀，哼！希望在纽约进行的人机大战第一回合上。你今天面试情况怎么样啊？什么面试啊？今天不有个面试吗？哎呦，你要不说我全给忘了。我妈这一去医院，你看我这忘得干干净净的。你说你都40多岁人了，做事情怎么没有一点条理呀？你妈只不过是拉肚子，再说你还有两个弟弟在那儿呢。你约好面试就不去呀？说，我妈那身体那么虚弱，虽说是拉肚子，可她万一要有个别的事儿呢？难怪你天天说要把你妈接过来一块住。我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了。你妈来了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不找工作，在家天天伺候你妈是吧？我把我妈这安顿好了，我肯定去找工作。不能靠你养着我呀！
你今晚上睡哪儿啊？今晚上睡卧室。你不睡沙发吗？睡什么卧室啊？不是你，昨天吧，你看夜里我这翻来覆去的辗转反侧的，就想着今天应聘的事儿了。我今天不思考了。嘿，连笑都不笑。别讨厌，赶紧吃饭吧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轻不管用。这天天坐着，这是实在不行。哎，你说你二嫂真有意思，说那话说的，咱俩要把妈害死，这不瞎扯淡吗？是。什么二嫂啊？那就是一泼妇。真是。他还是一搅屎棍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其实平时吧，我俩处的挺好的，有时候我就是不好意思。你说要是真打起来了，我就不信我打不过他。下回整急眼了，我也给他扔两句。行了吧你，你也甭唠叨了，这事儿不都你惹起来的？咋是我惹起来的？怎么不是你惹起来的？不就你给妈吃那什么血肠，你最后整的妈都差点拉血了，你还说呢？你啊，我诚心让妈去拉去，那话说的你真是这么意思。假请了吗？请了，我今天跟老板还没等他说呢，劈头盖脸把我训了一通。那就不请了，干脆把工作辞了算了。辞了我就没活了。哎呀。你那工作挣不了几个钱，等妈病好了再找一个啊。哎，闲着呢，我也不知道啊，听上边安排呗。行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还是想问一下，那个张宁现在到底是去哪儿了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不是，那以前谈的项目现在怎么样了？您真的别问我了，我就是一普通的小职员，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。好吧。哎，林博士。张主任现在正在接受上级的调查。哎呀，别动！你看，妈妈没梳好了，这淘气呢。好看。哎呀，哈哈，彤彤真漂亮。跟爸爸说说到奶奶那儿怎么说呀？奶奶，我想你了，你去我们家住吧。太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彤彤啊。嗯。见了奶奶，给奶奶看看你画的那些画呗。对了，你说玉华，一会儿见了咱妈呀，让彤彤多说，啊，你少说话，见机行事。哎，行。妈妈。哎，彤彤啊，我们俩走了啊。嗯。哎，做好饭等我们俩啊。行，嗯，行吧。拜拜。拜拜。老板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那啥，我这工作吧干不了了，我得辞职。怎么着？辞职？嗯。怎么回事？嫌工资少啊？不是，我家里边有点事儿，我婆婆病了，完没人照顾。你说你这突然一走，我上哪儿找人替你去？你现在辞职不行，怎么也得干到这个月底呀。老板，我是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婆婆病了吧，自己在家，你说万一要出点事这咋整啊？是不是？你理解理解吧，行不？行行行，那你就辞吧，随你。那老板，你能把这月工资给我结了吗？你这还没干完呢，怎么给你结啊？你行行好，你给我结半个月行不？一月没干满，中途辞职啊，那就没有工资，这咱们事先说好了的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？你怎么那么抠啊？不就1000来块钱吗？你给我结就完了呗。行行，就当我留着给你买药了。哎，我祝你倒闭啊！
见。张七的保健茶啊，喝点。你这几点了还不出车呀？等巧回来我就去。等他干嘛呀？你走你的呗。不让你一个人在家呀、啊？我一个人在家怎么的？我还需要谁看着我呀？行了吧，不能听你的了。一不小心没照顾到，好家伙，跑医院去了。那怨你们吗？怨我自己呀、啊。是啊，你是不怨我们。可你知道大哥、二哥他们怎么骂我跟金巧的吗？尤其是二嫂，妈妈，你知道他说的多难听吗？哎呦，奶奶，这什么呀？我孙女啊！哎，你瞧你那么小心眼儿呢！我说的我自己个儿都忘了，你这还记着呢。我看，哎，妈和彤彤都在啊，你忍着点吧啊。哎呀，妈，我孙子呢？彤彤问三叔好了吗？三叔好。哎，给三叔看你画的画。哎呀，哟，画还真不错。妈，您看。哎呀，这可不是一般孩子，你画画的挺好的。全是吧？干嘛，老三你出去啊？嗯、这是真的有点绘画基础呢 啊， 啊！好，哎呀，又来了，切，脸可真够大的。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呀、啊！真是。哎，你辞职了？这么快、啊？不是你让我辞的吗？辞不辞吧，辞。但是那缺德老板他没给我开这月工资的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没干满一个月，说啥也不给。我说你多少给点呗，他就不给。哎，哪有这事儿呢？明儿我找他。哎，行行，拉倒吧。就一个月工资，你说你找他，你俩再呛呛起来，再动手怎么办？谁把谁打坏都不好。再说了，多事不如少一事，咱们过日子别惹事儿，啊。哎，你老在这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不进屋去吧。我不进去，看看那模样我就烦了。进去，你愿意进你进去吧。我也不进去，我坐这陪你。哎，你说啥时候咱俩要有那么一间房就行了哈？这得好几百万吧？好几百万咋了？那不也是给人住的？咱不是人呢？确实。哎，吃东西怎么样？给妈。吃东西注意，都是流食。还是有点弱。能不弱吗？气病如抽丝，那可不，这病来如山倒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是是，腾腾给妈妈来。嗯，哎呀，跟奶奶说什么来着？奶奶跟腾腾搬回去住嘛，每天给腾腾讲故事。哎呀，奶奶没啥新故事讲了。奶奶就会讲小红帽啊，两个大黑熊啊。好啊。咕咚咕咚上山来，咕咚咕咚。嗯，妈呀，这彤彤啊，这一到晚上就总是叨咕您，说奶奶在家多好啊，那可以奶奶给我讲故事，奶奶饭也好吃，奶奶做的可好吃了。妈不行，你看过两天跟我们搬回去吧。哎呀，我不说了吗？以后再说吧，啊，以后再说吧。最近学舞蹈没有？学了。学新的没有？学了。哎，对，给奶奶表演一下学校那个新节目来。动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来，我再看这。您瞧，妈呀，这彤彤啊，长得就像您。真好，太美了，这，哎呀，我孩子。我那天收拾咱们家那个那些东西。哎呦，翻出您一张年轻时候照片儿，哎呀，真漂亮！哎呀，行了，我一看彤彤跟您一样一样的。你可别夸我，夸我的肉麻，我真是。
真的。好吧，嗯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哎呀，不走就不走呗，今晚上就在咱家睡呀、啊。真是。巧儿，嗯，以后你也不用工作了，你就在家琢磨着怎么能伺候好妈啊。嗯。千万别出差错了。让人抓着把柄又是个事儿。哦，但你说现在我不上班了，就你自己挣钱，咱家钱能够用吗？不够花就省着点呗。以前那么苦都扛过来了，这会儿怕什么？以前不一样啊，以前就咱俩，现在咱上有老下有小的。没事儿，大不了早走一会儿，晚回来会儿，多拉点活，多挣点钱呗。那不行，我还心疼你呢。哎，到家了，爸爸。哎，彤彤。哎呀，哎呦！哎呀，爸爸手上湿啊，怎么样今天？奶奶和叔叔都夸我画的画好看。那当然了，我们彤彤画画那就是第一。行了，爸爸做饭，一会儿吃好的啊。嗯。我先去玩会儿啊。别累着啊。累不着。哎呀。怎么样？哼，彤彤跟妈倒是说了，说奶奶，你跟我们回去住啊。妈怎么说呀？妈打哈哈，愣没松口。咋办呢？我看妈呀，这是铁了心要撵咱们走了。行啊，缓缓吧，等妈缓过劲儿了再说吧。缓什么呀？等妈缓过来到月底了，妈肯定得催我们搬家呀。咋办呢？哎呀，你倒出个主意呀。搬家？既然住进来了，就没那么容易搬出去。你又有好招了是吧？那块地是哪一对啊？是地缘对吧？拖一天是一天。没正形，这跟没说一样。五二来，嗯，来坐这儿，来奶奶给扒的那个石榴来。哎呀，你的手脏，你的手脏，奶奶拿小勺子。哎呀，苦啊！你看，嗯，这药剂水是挺好。谁给买的？我妈。你妈对你多好，嗯。嗯。你爸给你买过吗？嗯。没。他要有钱的话，还喝酒、抽烟、打牌呢。哎呀妈，这咱占全了，就差一样了。那喝完了酒，耍不耍酒疯啊？那他要是打牌打赢了，还对我还好点。嗯，要是输了，他就回家揍我。那旁边没有人拉着？我后妈呀。啊。他也不拉着，有时候他还打我呢。啥妈你真是啥人你真是。来，奶跟你说呀，你这回呀，到城里来了。跟自己妈妈在一块儿多幸福啊！啊，好好学习，嗯啊，咱们长大了啊，自己呢找个工作啊，能有聘用的地方，好吗？嗯啊。虎儿，来吃饭上奶汁儿，来哦，坐奶汁儿来来。哟，你妈有点素菜，来，嗯，喝口茶。喂，金巧啊，你看啥玩意儿？光去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不小心打了个碗。啊，
嗨，没事。没事，摔了个碗。啊。哎。嗯。先喝点。嗯，给你。嗯嗯，好，先生。您好。嗯。吃吧。嗯。呀。没剩饭呢。赶紧打去。小陈啊。红门大厦。你还上不上吃饭了？不是，你最近那么辛苦，补一补。不用，少虚情假意的。来来来。